自从上次家不给格桑上了一课后，格桑现在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恐怕惊动大哥。家不的地位算是稳了，不过最近又有一个让我头疼的事儿，我发现家不跟妹妹的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，这俩人就差干饭都搂着了，不会是春心荡漾了吧？等等，藏獒家边牧，我绝不允许。干啥啊？脸不合适，知道吧？不合适。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那丑都不带丑一眼，脸都黑了。我寻思帮帮格桑吧。妈绑你去。家不倒是挺上套，头一次看家不这么主动。快主动一点，快去去去去。至于格桑，傻了吧唧的，完全不理你这茬。全程黑着个脸，我就纳闷了，你一个大姑娘全程黑着个脸，那小伙子能稀罕你吗？倒是我一喊妹妹过来，格桑立刻就跑过来挡在我和妹妹中间，然后就上演独家狂舔绝技，向我展示她独特的美。等等，不对呀，你难道不知道你是女的吗？还是你不知道我是女的？